光着眼睛也可以做的，像画符那样就可以了。嗯，真的可以啊，他真的跟我拼手了。是 Android 中文科技网的 Yan。 那 Samsung 呢，依照往年的节奏呢，每一年呢都有两波这个旗舰的产品的哦。那上半年呢就有注重娱乐还有时尚的 S 系列，那下半年呢就会有注重这个办公体验以及功能性的 Note 系列啦。接下来大马呢是会同样发布两款的这个 Galaxy Note 20的系列啦。那 Galaxy Note 20 4G 和 5G 版本呢，除了网络还有它的外形颜色之外呢，配置上呢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那 Galaxy Note 20以及 Galaxy Note 20 Ultra 的分别呢，其实还蛮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先从外形来看， Note 20的屏幕呢是直面屏，那 Note 20 Ultra 呢是曲面屏，整体边框呢是更窄的，前置镜头的开孔呢也比较小一些。那 Note 20这次的颜色选择呢有灰色、红色和绿色，可是 4G 版本就没有绿色这个配色哦。那 Note 20 Ultra 呢是有黑色、铜色还有白色。那现在我手上有的就是 Note 20的铜色以及 Note 20 Ultra 的黑色。那 Note 20呢都是雾面塑料材质哦，所以比较轻一些。那20 Ultra 呢是玻璃亮面的，所以呢是会沾指纹的那一种。那 Note 20 Ultra 呢同样也有雾面材质的，不过呢只限铜色版本。那屏幕方面呢， Note 20呢是 6.7 寸，支持 60Hz 刷新率。那 Note 20 Ultra 呢就有 6.9 寸，可以支持 120Hz 刷新率，而且有自适应刷新率的这个功能哦，也就是根据不同的 apps 呢去调试最适合的刷新率，以达到省电的效果。除此之外， Note 20 Ultra 呢还有现在目前业界最强的这个 Gorilla Glass Victus 呢去保护它的屏幕跟这个后盖的。那说到 Note 系列呢，当然呢就是它的主打的这个 S Pen 啦。那这一次呢 S Pen 在 Note 20 Ultra 上获得了升级哦，那输入延迟降低到仅9毫秒耶。那 Note 20的 S Pen 呢也不差的，比上一代呢更加快了，现在为25毫秒而已。所以这些升级呢也代表让你能够体验像拿着针笔在屏幕上写东西或者是画画的感觉。那这次呢还有新增这个 AI 书写助手，也就是一键呢就可以斜辨证。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还增加了这个远端遥控 3.0 哦。那像上一代呢是可以用来控制拍照的环节，那这一次呢基本上可以控制整架手机啦，那也可以自定义要开一些 apps 的手势的。站到很远也可以用一些手势呢去控制你的这个手机的回首页啊，或者是找回之前用的 apps 啊等等的。来到相机组合， Note 20呢有 12MP 的 f1.8 OIS 主摄，还有 12MP 的 f2.2 超广角镜头，还有 64MP 的 f2.0 长焦镜头。那它可以支持3倍的光学变焦以及30倍的数码变焦。那 Note 20 Ultra 呢有 108MP f1.8 的 OIS 主摄， 12MP f2.2 的超广角镜头，还有 12MP f3.0 长焦镜头，那可以支持5倍的光学变焦以及50倍的数码变焦哦。那前置镜头呢同样都是 12MP 的。录影模式呢还增加了 8K24fps 的画质哦，而且呢也支持电影级的21:9的视频拍摄。那另外呢这个变焦速度 zoom 方面的控制呢也变得比较顺，麦克风的收音呢也可以选择自定义的，自定义的收前面的音或者是收后面的音，或者是如果你有蓝牙耳机的还会收蓝牙耳机的音等等的，就是可以自定义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很好奇 Note 20系列的规格对不对？那两款 Note 20呢都是用 Exynos 990的处理器，跟 S20 系列是一样的。那内存方面呢， Galaxy Note 20无论是 4G 或 5G 的版本呢都是8+256GB 的，那 Galaxy Note 20 Ultra 呢就是12+256GB。 那两款呢都有 IP68 的防水防尘哦。那电池方面呢， Note 20呢是有4300毫安时的，而 Note 20 Ultra 呢是有4500毫安时。两款呢都支持 25W 快充、15W 无线快充、9W 的无线反向充电哦。那现在你看到的是 Samsung 最新的 Galaxy Buds Live 啦，价值699令吉的。那如果你在先行购买 Note 20 Ultra 呢还可以免费拿到这一个哦。那如果你在先行购买 Note 20的话呢，同样也是会拿到 Samsung Galaxy Buds Plus 的，是价值599令吉的。那你以为只有这一些吗？错，在先进以及 Thank You Pre-Order 的话呢还可以得到1207令吉的礼品哦。
了刚才所讲的这个蓝牙耳机之外呢，还有紫外线消毒宝以及无线充电底座哦。那另外呢，如果是 Plus One Members 的话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特别优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啦，可以得到额外一年的保修期哦。另外呢，还有 0% interest rate 的分期付款，以及以旧机换新机的特别回扣等等。那说回长达36个月的0%利息分期付款呢，很多 bank 都有啊，比如说 Citibank 啊、Maybank 啊、Public Bank 啊、CIMB 啊、宏亮 Bank 啊等等等等的都有。那如果你是 Plus One City Members 呢，还可以额外得到2年的保修期，以及额外268令吉的礼品哦。还有，买了电话呢，还有买了再买优惠，可以享受5%的 Easy Credit 折扣哦，可以应用在 Galaxy Active 2、Galaxy Fit 和 Type C Cable。而且呢，购买 Note 20系列的正版手机保护套呢，还可以享有高达20%的折扣哦。以上所说的这些优惠呢，在新 Q 以及新 Q 呢都有的哦。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